部长这边想要请教您一下，就是关于这个元旦领唱国歌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有国民党还有民众党都批评说，这个府方的安排啊是有选举的考量，要替您洗白之前有脱口罩唱歌的争议，那部长怎么看？哎，第一个哈，没有所谓的脱口罩唱歌的争议了哈，当然有一些不满意啊哈。然后第二个，这也不是府方的安排哈，这是由主办单位的邀请。那第三个，我认为能够在元旦申请领唱国歌，这是我个人的荣誉。